你已经报复够了，我们全家人对不起你，我们都有错，只有你一个人没错。 好了，行了行了，我们这就过去了，找到了。怎么样？走吧，幸福，看看在危害不？好嘞。以后不许乱跑了，听到没有？这样把奶奶吓死。奶奶，我想我爸了。你爸很快就会回来。小宋，你能不能给我爸打个电话？我刚刚很想他，想要他回家。 只要你听话，小叔会带你去看爸爸。你还站这儿干嘛呀？那个，睡了吗？你好意思问，连个孩子你都看不住。 冤枉冤枉冤枉！这事冤枉。你说你有什么用？你还干得了什么？你这浑身上下有什么用的呀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再来这儿了。那康康怎么办？康康怎么办？康康怎么办？轮不到你管。哎呀，我不是心疼孩子吗？这陈清雨真是的，自己干了坏事，拍屁股就走人，连累这么多人受罪，连孩子。 我琢磨了一下，这个陈明宇肯定有他哥的联系方式，你问他呀。我管了呀。啊？就算他有，他会给我吗？查呀。怎么着？你没看过电视剧吗？不都那么严？老婆查老公的通话记录。啊，你让我去查陈明宇的通话记录啊？ 对呀，你拿他那个身份证去营业大厅，把通话记录一打出来，就能找到那个陈金宇了。哎，这是好方法啊，可以试试。这关键时候还得看男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智商就差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啊。 江姨，红玉啊，你看你今天给我转了一天，累了吧？明玉，赶紧送红玉回家吧。不用他送，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。啊，对了，江姨，我觉得康康总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，我爸爸和实验二小的校长已经打好招呼了，我想明天就带着康康去见见校长。哎呀，那太好了呀！哎呀，这康康读书的事情实在是不能再往下耽误了，明玉。 你明天陪红玉一块见见那个校长吧。好，不用他去，他那么多事儿就让他忙他的吧。嗯，我带康康去就行。但是，毕竟我不是康康的家长，而且金宇哥也不在，我就怕回签个字什么或者复印什么的，我不行。那我还是跑一趟吧。啊，不用你去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，万一用得着呢？好，我拿给你。 江姨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不用明宇送你了吗？不用了。小心啊！哎。
康康呢？睡了。怎么样？都是我不好。哎，这事儿不能怪你，也怪我，没看住他。要不是我，他也不会跑出去。小孩儿，他不懂事儿，别多想啊。连孩子都觉得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小孩儿的话，别往心里去。要是我早一点把天珠给他们，陈菊宇就不会开车撞人，陈明宇就不会被抓，我妈就不会躺在这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谁有那么贵的东西愿意给别人啊？再说了，他们家一直都在骗你。幸福，你说钱真的有这么大的诱惑吗？有。你像我这样的老百姓，每天买个彩票为了啥？不就为那500万？正常，人之常情。可自从我接受遗产第一天开始，我觉得有钱就是为了让自己身边的爱人能够过得好一点。对啊，所以钱是好东西啊。可是自从我接受遗产的第一天开始，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快乐。别说是你，就是我吧，突然有这么多钱砸在我脑袋上，我估计也得一大堆事儿。那个，我说话直啊，你也了解。别生气，我有什么说什么啊。这钱这个东西啊，你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纸。你用得好呢，大家伙就跟着好；你用得不好，大家也就跟着遭殃。有这么句老话，人呐，得之意外之财，必遭意外之灾。正常。你真是个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。其实最应该发财的人就是你。那我借你几两。你帮我个忙吧。什么？帮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猪储蓄罐。你给我也买一个得了呗。送给康康的。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一个贪财的人。你好久都没有笑了。没有什么可笑的事。夏薇，你是一个正能量十足的人，只要你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，事情慢慢会好的。钱用对了，对谁都好。明宇啊，咱们还是去看看何雨辰吧。我去看过了。我是说我应该去看看他。你看他落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们是有责任的呀。这责任是我的。我是说当年车祸的责任我比谁都清楚。这几天我也在想，为了得到夏薇的天珠，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他们母女的事情，今天发生的这一切，应该是我们的报应吧？什么报应不报应的？是我欠夏薇的。哎呀，我也觉得奇怪了，这冥冥之中好像老天真有安排啊！哎，你说世界这么大，非得让你跟夏薇碰上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是缘分还是冤孽。父债子还，这是应该的。明宇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瞒我了，红山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就是为了夏薇才去替金宇顶罪的，对吧？没有这个事，都是意外。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你怎么还在说谎呢？你知道什么了？我一
应该想到啊，我应该想到靖宇他就是贺雨辰的儿子呀。我居然替贺雨辰白白的养了30多年的孩子。妈，爸也是不得已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，后不得已。要换作是我，也许我也会把两颗天珠都留给他。想想贺雨辰当年也真不容易，这爱人不明不白的跑了，以为孩子也死了。这些伤害，应该说用钱都无法弥补的。妈，暂时先别跟夏薇说。你以为你瞒着夏薇一辈子，他就会原谅你，会接受你吗？我不需要他原谅我，我只是不想继续伤害他。明玉啊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白白的去坐牢吧？你会背着这个恶名，你会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的。因为你没有罪，你为什么要当罪犯呢？妈，我不坐牢，哥就得坐牢。哎呀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你还要我怎么说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现在赶紧把靖宇给我找回来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我会把什么都告诉夏薇，行不行啊？那我以前做的都白做了。哎呀，你奇怪了，这个夏薇接不接受陈靖宇是他们母女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陈靖宇他是我哥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夏薇早晚会知道的，你瞒不了他一辈子。明玉啊，你不是有靖宇电话吗？你这样吧，你把他的电话告诉我，我来跟他联系，这行了吧？把他电话给我，给我。他回来也没用，人是我撞的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，夏薇的妈还好，他们两边的事情不会在这边处理。让弟弟替你顶罪，你自个儿逍遥法外。你什么哥哥？你你在哪儿？为什么替我去顶罪？顶了就顶了，别管那么多。钱借到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见见我儿子。好，你告诉我弟弟还有时间，我带他过去。明天下午4点，海边码头见。好，行。妈，妈，康康，你现在赶紧把靖宇给我找回来，要不然我就把什么都告诉夏薇，行不行？不好了，这么多电话，哪个是陈靖宇的呀？一共打了3，车祸那天晚上一个，昨天也打一遍，还有陈明宇最后的，也是这号。好，行行行，那我就打这个。您拨打的电话关机。怎么了？这号怎么一直关机啊？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咱们分头行动，你呀继续打电话，就把所有电话都打一遍，不就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陈静，对吧？那你干嘛？我送康康，然后
去找夏薇。我凭什么听你指挥啊？不是，你不是为了找陈金宇吗？行，只要找到陈金宇，我好好赏你啊。嘿，得了，那你打电话。老大，陈金宇住在西城那家小旅馆里，从早晨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来。嗯，盯紧点啊，随时告诉我他的动静。要不咱们把他绑了得了。挺厉害，黑社会啊你，绑架犯法不知道吗？遇事动点脑子。行，这事我会处理的，你先去吧。好。还没醒吗？没有。那医生怎么说啊？脑部和内脏受到严重的创伤，现在一直在等他恢复。雨辰，雨辰，我是江叔，我来看你了。对不起啊。陈金宇呢？他还没回来吗？夏薇啊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要是知道陈金宇在哪里，我早就带他去自首了。明宇是清白的，他不应该替金宇顶罪。可我现在确实不知道金宇在哪里。你不知道，陈明宇知道。其实明宇不告诉你金宇在哪里是有原因的。有什么原因？袒护自家人呗。他永远都站在你们这一边，我和我妈算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夏薇啊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别这么说，明宇。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有些话我不能不说。其实，在遗产这个问题上，明宇他一直是被逼的，他没有骗你。他对你是有真感情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在关键时刻，生命攸关的这个时刻，他还是站在你们这边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报复我们家的时候，你不是也站在你爸爸这边吗？是你们先做错了。是是是是，我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明宇他这么做，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说一个连亲人都不管不顾的男人，这种人也不值得你爱吧？你和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让我感到内疚吗？哦，不不不，愧疚的应该是我们。不过我总认为，没有人会为了钱，会无缘无故的去伤害别人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可是你们的方式已经伤害了我们。啊，是。其实天洛当初送天珠的初衷是好的，他只是没有想到会带来这么一连串的伤害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夏薇啊，如果当初你肯帮我们，今天你的妈妈也不会躺在这里。说来说去，我们都有错呀，错了就该负责任。这明宇替金宇顶罪，不就是对你负责吗？放走陈君宇也是为我负责吗？行了行了，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吧。明宇他就是怕你知道了陈君宇的身份，所以他才……妈，妈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为什么不让说呀？我家打算把什么都告诉夏薇。什么事儿？夏薇，没事没事，别听我妈乱说。什么叫没事？就是有事儿，我不想再瞒了，我就得跟他说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们不要这么大声，这里是医院。妈，你别再说了。行了。喂，明尚奇。哎，夏薇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我的人在江州找到陈金宇了。陈金宇，你稍等一下。找到金宇了？啊？哎呀，你知道金宇在哪儿吗？你找到他了吗？妈，你别说了。你刚刚说你找到陈金宇了？对，我的人在江州找到陈金宇了。他
他在哪儿？见面说吧。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快线自助城，半个小时后来找我吧。好。夏薇，你上琪怎么会打电话给你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在哪儿啊？你赶紧赶紧赶紧跟夏薇一块把陈俊宇找回来啊！知道了，妈，康康呢？他跟胡玉在一块，怎么了？跟胡玉说，三点之前一定要把康康带回来，我带他出去一趟。你要带康康去哪儿啊？记得三点之前我回来接他。哎。跟踪前面的车，就那辆。上这儿来了啊！我来看看他。幸福啊，刚才夏薇接到了米尚奇的电话，我在想这个米尚奇他肯定知道陈金宇在哪里。米尚奇知道陈金宇在哪？是啊，夏薇接了电话匆匆忙忙就跑出去了，他肯定去找米尚奇去了。阿姨想求你帮个忙。您说。今天下午3点，明宇要带康康出去，他肯定去找陈金宇。放哪儿了？怎么不可能啊，明宇带着康康去找他的爸爸，怎么不可能呢？肯定是这样的。那我给夏薇打电话。哎，你打电话也没有用，下午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？我什么意思呢？说今天下午明宇带着康康出去以后啊，你就悄悄地跟着他们，看他们去哪儿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让我抓陈金宇吗？那当然要把他抓回来了，他自首了，这样可以减轻他的罪行啊。我一个人不行吧？要报警吧？哎呀，千万不能报警！怎么能报警啊？他主动去自首，才可能减轻罪行。那我一个人，那不报警不行啊！阿姨，求你帮个忙行吗？一定要劝陈金宇自首，这样对夏薇、对明宇都有好处。行吗？那我试试吧。好，阿姨，谢谢你了。你可来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干嘛啊？你特务啊，整得跟特务接头一样。哎，你找着陈金宇电话了？反正呢，其他电话我都打了，都不是陈金宇的。那号就是他的。那咱们就报警呗。哎，不能报警。为什么不能报警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那万一不是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说报警你就怂了？再报警他就跑了。跑不了，我能找着他。你怎么找啊？你找出来给我看看。哎，你别跟我这样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话，找给你看。你少给我卖关子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跟我说，我就报警了啊！别！今天你跟着陈明宇就能找着他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又跟着陈明宇了？江阿姨啊，怀疑陈明宇今天下午3点要带着康康去找他爸。靠谱吗？我不靠谱，江阿姨还不靠谱。我跟你说，江阿姨求我了，说让我们别报警，让陈金宇自首。你说咱们没有必要把人往死里逼吧？毕竟他是陈明宇他哥，你说呢？那万一他不自首呢？那就报警啊！警察来还不快？我就不信他能跑出江州城去啊！行，那就听你的。哎，你听话的时候也挺好看的。闭嘴！
已经到了。陈金宇呢？别急啊，边吃边聊啊。不用了，你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赶紧坐下吃，啊，来来。老人家现在没事吧？有什么能让我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只想知道陈金宇在哪。郑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替你出庭作证的那个。他看见陈金宇开走了陈金宇的车。他为什么不早说？谁管那些事？哎，不过没事，别急。你不是想找陈金宇吗？我手下的人看见他，他就在江州。他在哪儿？我要报警。他进去了，谁还我钱啊？上次我在拍卖行帮你抬下，让你赚了7500万，你得谢谢我吧。你也想得到天珠？太贵了，7500万呢、啊。你也是有钱人呐、啊，我帮了你，你也得帮我呀。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啊，是这样。陈俊宇把你妈撞成这样，他得进去。他要是进去了呢，就没人赔我钱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来找你，就是想买你个人情，咱们做笔生意。你想让我把金刚六眼也卖给你？越来越聪明了，怪不得人家骗过你。这个，我呢，随身随地都能带你见这个陈金。到时候你是报警也好，还是抓他也好，啊。总之呢，我就是一个条件，1000万，把天珠卖给我。没有你，我也能找到陈金宇。哎呀，这经侦大队跟法院都在找陈金宇，再加上撞人这事，他能束手就擒。我跟你打赌，今天你要是抓不着他，从此你就很难再见着他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妹子，陈金宇离开了吗？没有。好，陈金宇现在在西城松江路顺丰旅馆303，我随时都可以带你去见他。怎么样，我够有诚意的吧？我可以把金刚六眼卖给你，但我要见陈金宇。你没诚意呀、啊！我必须见到陈金宇，不行就算了。哎，行行行。找你就是为了见陈金宇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待会儿见了人，你想报警就报警，我的人可以帮你。不过，你说话可得算话。我知道。咱们都是爽快人，价钱也好商量，只要钱到账就行。师傅，快，西城松江路，顺丰旅馆。像是陈明宇来，陈明宇来了。喂，什么？陈明宇进去了，赶紧给我拦住，别让陈明宇跑了。快点儿，你开快点儿。陈金宇在哪儿呢？赶紧打电话报警啊！忘了我跟你说什么了。说什么说？到底是不是夏薇跑了？
你想哪事儿？我都答应江阿姨了。哎呀，先报警再说。不能报警。夏薇都已经知道陈金宇在哪儿了，我们得去支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我一套一套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要抓陈金宇。我说不能报警就不能报警，你得让康康见他爸一面。手机给我，给不给？真气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对别人，尤其是像我，你仁慈点啊。哎呀，尤其是小孩，哎哎，疼疼疼，哎哎哎，赶紧开车去西城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哎呀，跟踪了你，我们要赶紧走，夏薇很快就到。夏薇怎么知道的？换个地方再说吧。米尚奇跟夏薇到了，就没办法走了，快赶紧走。上哪儿去？放走的，谁放走的？就陈明宇，陈明宇把他放走了，还不赶紧给我追！好，等等，陈明宇呢？在楼梯口呢。怕你会把自己，把我哥送进监狱。我愚蠢的何愚蠢，你赶紧醒过来吧，要不金宇的麻烦就大了。报警你不报是吧？你看现在人都跑了，我就不敢听你的，白痴蠢货！我不是想让他自首吗？你看江阿姨那么求我，康康又那么可怜，你就是妇人之仁，早一点报警人就不会跑了不是吗？我就不敢听你的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你别说我了，你就再信我一回，他肯定跑不出江州。别吵了。现在吵还有什么用啊？法院就要开庭了，再找不到陈金宇，明宇就要定罪了。夏薇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让陈金宇自首。哎，你是不是说陈金宇要见康康？谁说的？
那个江阿姨说，江阿姨说陈明宇下午要带着康康去见他爸，所以他让你跟着，然后把陈金宇带回来自首。还站那干嘛？快走啊！快走！去哪儿啊？去陈家呀！白痴！快点！就你们聪明。说实话，你到底要带康康去哪里？我们出去一下就回来。小叔要我去见我爸。谁告诉你的？幸福叔叔说的，说我下午就能见到我爸了。赶紧走。明宇，你听我一句话，现在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得赶紧劝金宇自首。您就别管了。我怎么能不管？该坐牢的不是你，是他。不要让我爸坐牢！哎，你听我一句话行吗？劝他自首。明宇，你要带康康去见陈金宇是吗？你让开！明宇，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得赶紧带陈金宇去自首啊！他不可能躲一辈子不见康康吧？你让陈金宇坐牢，你会后悔。如果你坐牢，我会更后悔。明宇，你带夏薇去见金宇，把一切都说清楚，是自首还是报警，你让他来决定。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，你拦着也没有用啊。我一定要见陈金宇。好，要见我哥也行，可是我只能带康康，还有你去。好，我一个人去。不行。没事的，幸福，你和红衣就留在这儿，我以后打电话给你们。走。爸爸，康康，爸爸，你别扔下我！放心吧，康康，啊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答应康康，爸爸去哪儿啊，都会带着康康一起，好不好？跑得了吗？谁说我要跑？我已经说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你干嘛要找他？没有跑，那你逃什么？他是把米尚奇追债。我没有问你话。爸爸，他们说你要坐牢，我害怕。放心，康康，爸爸是好人，爸爸不会坐牢的。嗯。啊，康康，嗯，来，让他们大人说话，我们到一边玩去，好吗？哥。你咬死都不能说是你开的车。暂时，他不行。反正案子已经 OK 了，你就死不承认就行了。阿姨不会找你爸爸的，就是和你爸爸说几句话。听话，在这玩啊！你别告我爸爸好不好？知道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阿姨。你知道吗？康康为了求我，那天差点走丢了。他让我拿天珠帮你。你说什么？明宇，他要替你去顶罪，明天就要开庭了。如果你还不去自首，他就要坐牢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你躲不了了。我为什么？现在是天诺的关键时刻，筹不到钱，天诺就会倒闭。钱我都没筹到。我躲到哪儿去？什么都不要说了，赶紧走。你为什么要撞我妈？夏薇，我真的是没想撞你妈。相信哥，走啊！再见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钱，只要你自首，我就给你钱。他不会给你的。除了我，没有人能给你钱。每时每刻都有花开。
成为过去和记忆。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，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，每时每刻都有潮热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纠结。